Staring out the window, reaching for a North Star, waiting just to wake up from this nightmare where you could be right back in my arms, dancing to the limbo, stuck here in the middle. You tell me that it's simple, but I could paint a thousand different pictures of what is wrong. But if we turn the clocks back a couple dials. Hello, 大家好，现在是1月27号的8点整。然后我看起来就是一个刚睡醒的样子，没错，我刚起床。然后今天为什么这么早起呢？就是因为我等一下要去打第三剂的疫苗，就是 booster。然后我想说，就是之前有录一个 after vaccination 的 vlog， 所以我想说，那这一次就可以来录一个 being boosted 的一个 vlog。这一次有一点就是小小的不确定，就是副作用会如何，是因为我之前两剂都是打 AZ， 所以这一次就是要打 Moderna， 就是一个混打的部分，对，所以不是很确定说side effect 会不会很强烈，不过我们就 finger crossed， 希望一切都很顺利，那我们就跟着我一起 being boosted 吧，我们等等见。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因为我不确定说这一次的 side effect 会不会非常严重，就还是有准备一些退烧的用品，像是小林退热贴，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冷敷贴看起来很好用，所以我就买了一个，然后再来就是普拿疼，希望是不会用到，不过有备无患。 OK， 那我们就出门打疫苗 GO。Hello， 大家好，我已经打完疫苗了 ，I am finally boosted。然后现在超级早，大概才快10点而已吧，所以我想说要来先去吃个 brunch， 因为我真的超级无敌饿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在前往去吃 brunch 的路上。今天天气超好的，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天气超好的。
Hello， 大家好，现在是我打完疫苗的第二天，所以来跟大家 update 一下我打完 Moderna Booster 的一个状况。对，其实我昨天在注射 Moderna 的时候呢，就已经感受到它注射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比我觉得在注射 AZ 的时候还要酸痛蛮多的，然后下午的时候就慢慢的有感觉，手臂越来越酸，然后到晚上呢就是整个状况加剧，就是它疼痛跟酸痛的程度非常非常的就是晋级，然后我晚上睡下去之后就开始感受到好像我手臂有人一直在冲撞我的感觉，所以我昨天晚上就有一种睡睡醒醒的状态。不过虽然手臂很酸痛，但我还是努力的让自己睡了大概10个小时左右才起床，就是一个努力让自己睡好睡满然后才起床，刚刚才去洗了澡，让自己比较看起来 refreshing 一点。我今天的打算就是在家好好休息，然后看看等一下就是继续观察一下身体的状况，等一下再跟大家 update 一下就是后续的情形，那我们就晚点见咯，拜拜。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我打完疫苗后的第三天，我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想说可以来跟大家总结一下我打完第三剂 booster 的一个心得。第一个24小时，其实我真的就像影片说的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除了手臂有点酸痛以外，其他都还可以接受。在那之后呢，其实我也还 OK， 就是去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就是喝了很多的水。但是到那个中午之后呢，我就是突然觉得全身非常的酸痛，就很像重感冒那种全身酸痛跟无力一样，所以我就吃了一颗普拿疼，因为一方面身体很酸痛，然后二方面我的头也开始非常的疼痛，所以我就吃了一颗普拿疼之后呢，我就睡了一整个下午，然后醒来之后呢，就跟朋友出去吃饭，吃饭的过程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回家后的那个晚上呢，我大概是从12点开始就是一路觉得我身体非常非常的酸痛，然后又非常的怕冷，重点是我已经开了暖气，而且我还穿着我的帽 T 盖了棉被躺在床上，我还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的冷，所以我那时候就是量了一下体温，体温其实还蛮正常的，大概就是在36.8到37.2之间，但你就可以感受到你有点像是在低烧的感觉，就是觉得全身很痛啊，然后就是很冷，然后大概一路就是折腾到大概早上4-5点的时候，我才觉得好像就流了蛮多的汗，然后才有种好像比较好一点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其实后面的24小时还蛮辛苦的，就是除了手臂酸痛以外，全身酸痛再加上发冷，就整体来说是一个蛮挑战的过程。我觉得比起第一剂打 AZ 的状况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一剂的整体的副作用我是觉得还可以接受，就是还算是顺利的度过了。虽然后面比较辛苦一点，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希望如果你们有人要去打第三剂，而且是打 Moderna 的话，都可以非常的顺利，不会有太多的副作用，成功度过你们疫苗注射之后的48小时。OK?Finger crossed for all of you. 然后这一次的 booster vlog 应该就到这边差不多要结束了，我们很快下一个影片再见咯，拜拜。